7月20日，卓兰消防队9:50接获报案，有民众于台山县143K 处边坡受伤，立即派遣器材车及救护车前往。到达现场后，进入边坡密林，已有4名民众搬运患者。救护人员评估患者已经 OK， 消防人员以搬运垫搬运患者至靠近台山县山沟，并以双阶梯低索救出，由卓兰九三人员 CPR 后送东势农民医院。